大家好，用这个方法做的干炸小河虾焦香酥脆，特别的好吃，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。这是刚从市场买来的小河虾，特别的新鲜。用流动的清水把它清洗干净，然后控干水分，放到大碗里，加入切好的葱姜、适量的食盐、胡椒粉、十三香。 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腌制10分钟。现在来准备一下挂糊的粉，1勺面粉，1勺淀粉，按1:1的比例搅拌均匀。腌好的小河虾挑出里面的葱姜，把调好的粉少量多次的加入，每加入一次都要搅拌均匀。最后像这样，每个河虾都能均匀地裹上一层粉。 再用漏网筛去多余的粉，这样在炸制的时候就会不粘不坨。筛好后放到盘里，锅里倒油，放入筷子冒小泡，油温6成热的时候，把拌好的河虾一小把一小把的撒入锅里。先不要搅动，等河虾定型后，再用筷子轻轻的搅动。炸小河虾的时候，先用中小火炸制。 最后再给大火出油，使外皮更酥脆。炸至这样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。上面撒上孜然粉，既可以当零食，也可以卷饼，焦香酥脆，特别的好吃。含钙量高，营养丰富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